万家庄第一个客栈，嗯，幸福客栈正式开业。哎，豆子，好。啊，幸福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书记，恭喜啊，幸福。哎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幸福。今天我们幸福客栈正式开业了，好，感谢各位乡亲父老过来捧场。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感谢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方圆律所的三位律师，哎，别躲了，关律师，还有张律师、王律师。因为有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，我的梦想才得以实现。谢谢你们，感谢各位给我们幸福客栈投资的各位股东。今天啊，你们是来幸福客栈入住的第一批尊贵的客人，多提宝贵意见啊，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，提出来咱们及时改正。好，谢谢你们的到来。其次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们，虽然他们对于我一开始开客栈有各种的担心，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让我瞎折腾。谢谢我幸福的一家人。最后，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咱们万书记和咱们村里的领导们，是因为你们对我的认可还有支持，咱们幸福客栈才成功落地。我一定会好好经营客栈，不给大家添麻烦。下面请咱们万书记讲话。何幸福是我们万家庄的媳妇儿，有能耐。自从嫁到了我们万家庄，就没少折腾。但是说心里话啊，我看好这个孩子，有能力，啊，敢想敢干，敢说真话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正是因为有了他的这股劲儿，才有了我们万家庄的第一个客栈。咱们大家也都把眼睛睁着，好好瞧着，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客栈办好。在这里呢，我也代表我们村委会表个态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就说出来，只要是合情合理，也是在我们能力之内，一定会大力支持。好，希望呢幸福也好好干，加油干啊，争取给咱们万家庄再闯出一条致富新路。书记，您宣布一下吧。好，那我就正式宣布，万家庄第一个客栈，幸福客栈正式开业。哎，关律师，关律师，去吧。